家好，我叫阿乌，是一个来自丛林的插班生。城市生活也太难适应了吧，我真的很不习惯，谁能帮帮我呀？什么？怪兽袭击城市？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了，变身狼牙超人。所有怪兽都不可能抵挡得住我迅捷如风的转机，请大家期待阿乌的英姿吧。